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灵异事件节目，主要内容包括：一、电梯间的逆世界呼唤；二、地下室的时间裂缝回声；三天窗上的星际幽灵对话。内膜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电梯间的逆世界呼唤。当然，我亲爱的听众们，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就是电梯间的逆世界呼唤。 这个话题听起来既神秘又有点科幻，不是吗？但其实它深深植根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种心理现象和社会行为。首先，让我们设想一下，你走进一栋大楼，按下电梯呼叫按钮，电梯门缓缓打开，你却发现里面的世界和你所在的大楼截然不同。这不是《降临》电影里的一心接触，也不是《黑客帝国》中的虚拟现实，而是一种心理上的逆世界，一种对现实的逃避和对未知的渴望。 在这个逆世界中，所有的社会规则都被颠倒了。比如，里面的人们可能会站在电梯的天花板上，或者电梯按钮不是让你上升或下降，而是让你穿越时间。想象一下，你按下去上班的楼层，结果电梯带你回到了恐龙时代，或者是未来的火星殖民地。这不仅是一次通勤，简直是一次穿越时空的冒险。但现实中的电梯间的逆世界呼唤其实是一种心理现象，它反映了人们对日常生活的单调和压力的反应。 电梯间作为一个封闭的空间，往往让人感到局促和不自在，尤其是在高峰时段，你可能会被挤在一群陌生人中间，每个人都在默默的盯着电梯的数字跳动。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们的心理会产生一种呼唤，渴望逃离现实，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种现象在文学和电影中被广泛描绘，例如《哈利波特》系列中的魔法电梯可以带你去到魔法部的任何一个部门，或者是《梦幻公寓》中的电梯。 他可以根据乘客的心情和需求，带他们去到不同的幻想世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逆世界的影子。比如，有些人在电梯里会做一些平时不敢做的事情，比如跳舞、自言自语，甚至是做一些小动作来逗乐自己。这些行为就像是一种小小的叛逆，一种对日常规则的挑战。总之，电梯间的逆世界呼唤是我们内心深处对自由和冒险的渴望的体现。它提醒我们，即使在最平凡的日常中， 我们的想象力也能带我们去到任何地方，所以下次当你站在电梯里，不妨让你的想象力自由飞翔，也许你会发现电梯间的逆世界并不遥远。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地下室的时间裂缝回声。好吧，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聊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地下室的时间裂缝回声。首先，我得声明，这个概念听起来就像是从科幻小说或者某个古怪的幻想故事中跳出来的。 但是作为一位知古见今的教授，我会尽力把这个话题讲的既专业又带点幽默。想象一下，你走进一间古老的地下室，四周墙壁上爬满了青苔，空气中弥漫着潮湿和历史的味道。你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每当你说话或者发出声音时，回声不仅仅是简单的重复，而是似乎带有来自不同时间的声音。这就是所谓的“时间裂缝”回声。首先，我们得明白，声音是通过空气中的振动传播的。 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声音会反射，产生回声。但是，如果我们加入一点科幻的调味料，就可以假设这个地下室有某种未知的物理特性，能够让声音穿越时间的屏障。现在，让我们来点幽默，想象一下，你在地下室里大喊：“我忘记了午餐吃了什么。”然后回声回答你：“三明治，还有昨天的圣披萨。”这不仅仅是一个回声，这简直是一个有用的生活助手，不是吗？当然。 现实中，我们并没有发现这样的时间裂缝。如果真的存在这样的现象，那么物理学家可能会比考古学家更感兴趣。他们会想要研究这个裂缝是如何违反了因果律，以及它对我们理解宇宙的影响。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概念放在历史的背景下，我们可以想象古代的地下室或者地道，这些地方因为其独特的建筑结构和材料，可能会产生非常特别的声学效果。在某些情况下，声音可能会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被保留或者反射。 让人感觉像是来自过去的回声。总之，地下室的时间裂缝回声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概念，它激发我们对时间、声音和历史的思考。虽然它可能不是现实，但它确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思维游戏，让我们可以在科学和幻想之间自由穿梭。记住，下次你走进一个古老的地下室时，试着倾听那些回声，也许你会听到历史的低语，或者至少是你自己的脚步声。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天窗上的星际幽灵对话。对好的，让我们来谈谈这个充满想象力的话题——天窗上的星际幽灵对话。首先，我们的承认，这个概念听起来就像是科幻小说和鬼故事的完美结合。但在这里，我们将这个概念提升到一个更加学术的层面，当然不失幽默感。想象一下，你正躺在一个遥远星球的屋顶下，透过天窗观察住繁星点点的夜空，突然间。 你听到了一些微弱的声音，似乎是来自于星际间的幽灵。这些幽灵可能是过去宇宙中文明的残留意识，或者是由于宇宙的某些奇异物理现象产生的回声。首先，让我们从科学的角度来分析这个情景。如果真的有星际幽灵的话，它们可能是一种称为电磁波谱中的异常信号。这些信号可能是由遥远星系中的黑洞、中子星或者是其他奇特天体发出的。当然，这些信号经过了数十亿光年的旅行。 到达我们的天窗时，已极其微弱，几乎无法察觉。现在，让我们加入一点幽默，想象一下，这些星际幽灵其实是宇宙中的流浪者，他们在无垠的太空中寻找住可以聊天的对象。他们可能会这样对话：星际幽灵甲，嘿，你看到那个蓝色的小点了吗？那是地球，我听说那里的生物还在用化石燃料呢。星际幽灵乙，真的假的？我以为他们至少已经发展出了量子能源。 不过，我最近经过一个星系，他们还在用信号火沟通呢。星际幽灵饼，哈哈，这些生物真是有趣。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他们的互联网？我试着连接了一下，结果发现满是猫的视频。星际幽灵钉，猫的视频，那听起来比我们的星际旅行还要有趣呢。当然，这些对话纯属虚构，但他们提醒我们，宇宙是一个充满奇迹和未知的地方。我们对于宇宙的理解还处于初级阶段，谁知道呢？ 也许在某个遥远的角落，真的有助我们无法想象的沟通方式和生命形式。总之，天窗上的星际幽灵对话是一个激发我们想象力的话题，它让我们思考宇宙的奥秘，同时也提供了一个逃离日常生活的有趣途径。不过，如果你真的在夜晚听到了什么奇怪的声音，那也许只是你的邻居在看科幻电影而已。亲爱的观众们，今天我和你们分享了三个令人着迷的话题。 电梯间的逆世界呼唤，地下室的时间裂缝回声和天窗上的星际幽灵对话，这些话题都涉及到了我们对于现实世界的逃避和对未知的渴望。无论是在电梯间还是地下室，我们都可以通过想象力和幽默来创造属于自己的逆世界。这些逆世界不仅让我们摆脱日常的单调和压力，还提醒我们想象力的力量和创造力的重要性。当然，这些话题也引发了一些深入的思考。 如果电梯真的可以带我们穿越时空，如果地下室真的有时间裂缝，如果我们可以与星际幽灵对话，那将会是多么令人兴奋和神秘的事情啊！但同时，我们也要保持理性和科学的思维。这些话题更多的是一种幻想和思维游戏，它们提醒我们宇宙的奥秘和未知，也让我们更加谦卑地面对我们对宇宙的认知。最后，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你们对这些话题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们有没有类似的经历或者奇思妙想？欢迎留言和我分享。记住，想象力是我们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让我们一起继续探索和想象吧。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编纂、设计、制作，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谢谢大家收看，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给我们节目点赞。